大家好，我是 CDMS 西富。那今天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个游戏，叫做 Beach Buggy。那这个游戏目前是免费的，而且画质非常好。那问题是，再过一阵子之后，它就会变成要钱的，所以趁现在是免费的时候，赶快去下载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，你一开始进去会看到这个，等一下会出来，会有一个很漂亮的 3D 动画，其实也不算动画，就一个进入一个主题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在 iPad 3的 Retina Display 上面看，效果蛮好的，像这样子有一个飞翔的感觉。那这里就可以选择你的车，像这样子，那你也可以选择你的人物，还有你的加速器这样子。那就先开始，而它整个这两个是刹车，那你按左按右就是调整方向。那这整个游戏的设计其实我觉得蛮好的。你在这个 iPad 3上面玩起来真的蛮好玩的，因为 iPad 3的荧幕非常好，再加上这个游戏本身画质也很好，所以玩起来就会有一种怎么讲，整个游戏就是很协调，然后。就是设计得很好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就是 Beach Buggy，那就差不多这样子喽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或者想要看更多的话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也不要忘记去 CDMS 西富的 Facebook 粉丝团去按个赞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